今天来到今天的这个活动，可以把门再关小一点点，有点困难，因为外面好像很吵。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么精华地段办过活动，所以交通比原地想象的还要大声很多。好，那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是由开放文化基金会办的，关于审议民主跟我们有一些国外的科技，待会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是由高。好，那这次的活动其实是在GDB 的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去促成，然后邀请刚好要去韩国的几位纽西兰的朋友路过台湾，就是非常的路过，然后就把他们拐来了，然后给他们请他们给一些 talk 这样子。好，那这边这位是PM Fan， 他是这次活动的筹划，非常感谢。好，那非常重要的就是厕所在隔壁栋，好，在二楼，不在这里。好，所以如果有需要洗手间的话，就是出去右转，然后上楼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talk 啊，就是有几个主题啦，就是 Lumio。Lumio 是一套线上的沟通的平台。好，那我待会比较详细的稍微解释一下它是怎么诞生的。好，然后我们有要谈审议民主，审议民主该如何和网络上新的科技结合？好，旧的科技、新的科技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落差、不同的期待？好，那再来是 GDB 在三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小群project 叫做动民主，就研究各种使用科技来做民主决策或者是讨论的过程的这样子的工具。好，那其实已经很快时间过了三年了。然后这个是由一路他去看Java 今天有另外一位讲者去整理出一整个量表来讲说，到底有哪些工具有哪些面向，审议有哪些面向，那我们的工具如何 fitting 到某一个不同的 scenario 里面。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 hashtag 叫做 Lulu。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讲者叫 ET Blue，然后那个嘉华他姓名比较 blue 的，所以就是 blue blue 啊，所以他们今天的产生的这个 deliberation framework 的这个量表就叫 blue blue 量表啊。好，那今天如果说大家想要在线上讨论的话呢，可以到这个 OCF 的 hackpad 上面啊，就有今天活动的内容在这里 OCFPW hackpad 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先由Richard 来介绍这个 Inspiral 这个组织，它是在纽西兰的一个有点不像组织的组织，一个共生的平台。那 Lumio 其实是为了解决他们这里面沟通所产生的一套系统，那同时也适用就是在大家知道在占领华尔街啊或是阿拉伯之春之后，我们能够让50万人上街，可是我们如何让50万人做一个决定，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解决这样一个困难问题的一个尝试。好，那他们会大概用30分钟的时间，各15分钟简单介绍 Inspiral 跟 Lumio 这两个一个是组织，一个是工具。好，那再来呢，这个会由嘉华来介绍审议的 ABC 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是科技，或者是可能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审议这一个东西，那可是它其实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讲审议式民主，它其实有蛮多的理论，该做哪些事情，怎么做。好，那我们如何套用科技在这个上面，然后跟我们把一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讲清楚。那再来呢，这个 ET 他就会介绍最近他们整理的这个 Blue 量表，去讲说每一个过程审议的每一个过程现在有没有被什么工具照顾到了，那我们套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又有没有什么新的考量在上面。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会开放 Lightning Talk， 就是闪电讲啊，就如果你有想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不管是 Open Government 啊、Open Data 啊，或者是任何跟这个相关的主题的时候，要到哪里登记？好，去找心意啊，要去找他登记。那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好，超过的时候就会被消音或者是拔麦克风。好，那我们安排了大概只有20分钟，所以不多时间。那我们会先请4个，但是我想说，因为我们今天没有Q&A 的时间啦，所以我想说，请这个 Lumio 的朋友们在听完这个嘉华和 ET Blue 的两个 talk 之后呢，是不是再给一个 lightning talk 去给一些 feedback， 然后带一些讨论开始？所以 you'll be the first lightning talk， alright？ 好，欢迎你。好，然后我们三个 slot。好，那所以有想要报名，就是最近发生的比如说你在政府部门工作，然后政府部门好像看到什么有希望的事情之类的，你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当然我们要非常的欢迎这个今天有 Where's Hannah？ OK， 今天有三位加一他们的伙伴刚好不期而遇哦，那主要是从纽西兰过来的，那纽西兰在这里，这其实是 Wellington， 他们在这里。Am I getting the place right? Yeah, right on. Yeah, the south of the North Island, right? OK， 好，那所以其实非常的顺路啊，你看他去韩国嘛，我说不妨来一下台湾嘛，对不对？好，所以非常欢迎来台湾。所以第一个 talk 会是 Inspiral， 好，那他基本上是想要有一个新的和让大学人一起做事情的方式，好，那待会就由这个Richard 来介绍。那再来是 Lumio 已经的投影片已经被 AU 翻成中文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在电脑上或手机上 follow 这个中文的投影片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短网址啊 bit.ly/lumio-blue。Yeah. 好，那这边是。待会的这个神在讨论这个神意的 framework 里面会讲的几个步骤，待会投影片应该连结会给大家。好，那很重要的是今天这个活动第一次使用这个场地非常感谢 Appier 赞助。那大家知道 Appier 是台湾最近蛮红的一家新创公司嘛？好，然后刚才这个 CTO 好像也偷偷跑来了。好，但总之这个地方有很多饮料跟零食可以自己使用，但是请用完之后自己清理干净。好，厕所刚刚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好，那所以使用人家场地，当然要帮人家打一下广告啊。就是他们最近好像募了非常非常多钱嘛，所以就到处在征才。好，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人。好，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需要审议相关的。好，总之呢，这个他们应该是台湾的这个科技界的科技之光啊。对 ，OK，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他们的资讯。好。好，那最后更重要的就是呢，这个 OCF 的这个活动交流，国际交流活动啊，我们就是持续会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路过，我们就帮忙找到，台湾哪边可以跟他去对话。好，那所以今年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五六场活动了。好，那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话，欢迎这个捐款支持我们。好，那所以可以到 OCFTW/donate。好，那就废话不多说，就要把时间交给 Richard。